会手面游戏画面。大家想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游戏画面啊？干完了，什么都开得起来，妈的，炉石开不起来。不对啊，游戏画面呢？妈，炉石退出。哦，昨天东西连不上，今天游戏连不上，人生什么都连不上，还是不要玩了啦，还是回家睡觉了啦。我们今天时光就到这边，大家晚安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我放弃哦，出现了，太好了。这样吧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欢迎来到我的旅店。什么绞刑台？啥小绞刑台？哦，绞刑台啊、哦，绞刑台最近还蛮凶狠的。绞刑台的那个广告，不要不止广告啦，绞刑台不止广告，就连预告片都觉得很凶狠。那时候我们去电影院看的时候，我说不是看绞刑台，对，去电影院看，跟朋友去看那个什么特务，不是特务是最没有鉴别度的两个字，麻辣特务是吗？一个胖子演特务的故事。对，反正就是一个胖子演特务的故事。然后那个时候看那一部，那个时候他前面有一段那个绞刑台的那个 trailer， 就是绞刑台的预告片，就觉得干这部片超凶狠。他的预告片就是一个小女孩一直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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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哭。后来屠夫就过来把他解决掉了，故事就是这个，屠夫就把他拉走了。哇，那个瞬间还是蛮凶狠的。我不是很喜欢看鬼片，虽然我接下来有接一个鬼片工商。想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作践自己呢？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呢？大家回来，不是，是男的，麻辣间谍哦，终于有答案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麻辣间谍。楚爷，我明天考职考，帮你加油哈。职考是明天，不是今天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职考都是七月啊，没有，今天礼拜，随便，好，加油。职考没有考过，我没有考过职考，我学测就上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职考的氛围是什么样子。我觉得职考也是蛮难的，尤其职考考的范围还比较大。哦，好慢哦。先把 SK 关，先把后台的东西关一关。看 BS 为什么每次打开都会开？今天会很大乱动啊，会。哦，好棒。法师、盗贼、牧师，耶、yeah, ，好。学测，我觉得啦，学测简单多了，真的，真心不骗。要到垃圾，干标题没改。两腰动动到美服大乱斗开。对，美服，哎，干打错了，美服大乱斗开01000，没有错，我们要开到一点，谢，又是一个长期抗战，看来我还是先躺着好了。哦，到了叫我。主题是什么呢？主题来想一个主题吧。主题是什么呢？安安，我明天有工作哦，就这样了。对，啊，不是，安安，明天我明天有活动哦，你们都去死吧。对，我怎么觉得你们都把这件事情想得太黑暗了？没有很黑暗了。虽然我昨天被神抽火球，觉得我的运气一去不回头。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各位同学。对，然后昨天退局大当机，原因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睡觉起来就好了，而且是我电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电脑自己的问题。然后。我换了一台电脑，换了一个那个，换了一个这个，换了一个那个。
好，有一个人问说，想请问一下复仇这张牌的问题，小弟有组出一套土豪战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只差加盾男爵。爬文之后有人说能用复仇取代假男爵的 AOE， 可不可以请楚烈讲一下对于复仇能不能取代男爵的看法？不行。对，啊，加盾男爵只要七加盾男爵是一只会动的东西，复仇是一张牌，就这样。这个问题就好像暗岩术士跟王牌猎人一样啊。哎，不行，这举例有点烂。这个故事就好像。对，暗岩术士跟王牌猎人一样、啊，一个是会动东西，一个是一张牌啊，这个两个还是有点不一样，所以不太能这样子比。你说能不能带？你说能不能？你说假设你真的没有加入男爵，你摆复仇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嘿，那是没有办法的选择，就像血法师跟狗头人一样。哎，不对，这个举例不好，因为两只都是手下，就像。就像你没有火元素，你买雷毛特种也不对，这也是烂举例。我想一个比较好的举例，想不到，五分钟内想不到，应该就想不到了。对，有些时候不能这样比，会有点干嘛？看一下你们干嘛？有时候这样比会不太好。明明是星期五晚上有，没有好是明天哈。不，没有，明天要有，明天有事，所以礼拜六会去台中的炉边聚会啊？不会，小六会去，不干我的事。明天不是我的礼拜六那一场不干我的事，没有错。加段觉得跟斗殴如果择一呢，选斗殴吧。哎，你的斗殴是第一张斗殴还是第二张斗殴？如果是第一张斗殴跟男爵的话，要选第一张斗殴；如果是第二张斗殴跟男爵的话，可以选男爵。就这样，对。因为土豪战基本一斗殴嘛，如果你土豪战零斗殴，那你还是不要玩这个游戏了啦。有啊，也是有人不摆啦，可是我觉得不摆在土豪战要拉平场面的时候是很困难的，拉皮场面的时候是很困难的。或者是比方说怎么讲，有人说武器，可是我觉得武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举例，因为武器可以用超过一次，石化武器只能用一次。今天看了一些英霸的直播，觉得屠夫超强，玩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？大招很强，可是我觉得他很软。可是有人说他的体质很好啊，真的吗？啊，那我那个时候被 AI 砍假的，还是我点错天赋了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点错天赋了。啊，该不会本周没有大乱斗吧？等一下，啊，哎，本周有大乱斗吗？咦？本周有大乱斗吗？This week 不是 Taran B T A V N B R A W L 对，哎、欸，少一个 R， 他们本周该不会没有大乱斗吧？没有写日期、欸，怎么办？看起来是可以睡觉了，太好喽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，我现在就去睡了，大家晚安。重开看看，我刚想说，我打开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等不到，我当然知道台服要等凌晨三点了、啊。你当我第一次开台啊？我的问题是我刚点开是没有写时间的、啊，这让我很害怕、啊。就时间到了，没有开喽，没有开喽。我知道大乱斗几点了、啊，大乱斗欧服11点，美服1点，亚台服3点啊。各位同学，对，有了，应该是有了，希望每一周都有了，不要说这一周没有了。先来看投票结果吧 ，ref。好，50.8%的人选法师，而且没有人乱投票、欸，哎，真是令我讶异。我觉得乱投票的人会是比较多的。再我再看一次。哦啊，有了，太好了，数字写出来了，非常好。大概是我刚刚的时间不在台湾吧。昨天我都用浮城跟斯塔拉格，你觉得强吗？不强，浮城跟斯塔拉格不太强。浮城跟斯塔拉格不是一个很强的那个东西。最好的情况下是你可以重复利用到死生一次以上会最值得啦，最值得，因为你已经花钱买了一个效果了，那你希望当然希望可以用两次啊，对不对？
3000跟3200 HR， 当然比起来3400 HR 就是比3200 HR 好一点啊。听不懂什么意思就不要知道。这都是 LNG 台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好，法师，先做点暖身。哦，然后昨天讲一下昨天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昨天一打开发现我的哦，好像卡住。对，昨天我们结束的时候要收台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要剪 VOD 吗？然后我们在抽奖的时候，不是我有讲吗？就是我打开之后，我没有半个 Twitch 的程式可以开。然后我打开我的浏览器，发现我只有两个网页不能开，扑浪跟我的 Twitch。然后我想说，干，我不会是ban账号了吧？你们这群畜生，该不会真的检举我吧？不要这个样子啊！然后后来没有，睡一个觉起来之后就修好了。对，没有错。嗯。哎，法师。都照我的计划在走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法师，每次都这样讲，每次都讲自己很不喜欢法师。哇，这三个东西为什么不能一次拿？保密者企划跟以太密法师秘密组合，秘密组合套。对，这个一张牌，这个三张牌拿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了。一回做这个硬币跳这个，过一回合再做这个，就这样。对，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就加起来就可以了。浮生跟斯拉阿可用重生会触发吗？会。这三个好难选啊，好烂啊。企划是有一点烂，因为聊竞技场你没有办法控制，如果你打个圣骑，你的企划就只会杀小兵，不然你就不能准三回盖。这里如果我要选哦，我想一下，我会想选，不对，我不想选保密者，一点叫一二有点烂，一点还是叫一点最好就是叫二一，对，不要管为什么，一点叫二一就对了。然后秘法师也有点烂，我可能还是会选企划。企划这个企划重点不是不要准三回下，你的重点是要等到一个大概五六回合的时候，最好是你下这一只还可以点掉对方的一只小兵，对面一只坠落的威胁，这样子或许会给对手蛮大的压力。就是这三张牌比起来的话，以太秘法师第一个是他四点叫三三很烂哎。没有到狠啊，微烂啊，四点叫如果有能力最好是四点叫四三啊，那不算底下。那再来就是你要能控制着秘密，那你有什么秘密要保证它能 pop 不会要保证能留着不会被 pop？ 那最常见的就是冰箱或者是法术类的，法术类通常可以留很久啦。哎，秘法师那种就是有养到就赢，没有养到就输了这样。我觉得还是选企划好一点。对，我觉得秘法师说不定就点了下一手就秘密就这样哭了。你看就像啊、哦、没有了还好。沼泽猎人一般，狼骑兵就是一个小寒冰剑，对，多一费的寒冰剑，会留下会活着的寒冰剑。沼泽猎人以三费的水准而言，一般而已，就刚好一般，三点叫二三，然后多一只一，所以是三点叫三四。然后有两个点可以打，这个还可以、啊，这两个都可以。一路的女律师有点烂，以六费的位置而言，6.6可有点烂。想一下，狼骑兵踢到沼泽猎人，狼骑兵踢到沼泽猎人，狼骑兵踢到沼泽猎人，狼骑兵比较主动，是我会选冲锋的。好，下一个，呵呵，暴风城啊，好厉害啊，我不要选海面护体，呵呵。巨魔哎、欸，我最喜欢的单位了。没有，还是先抽牌。好啦，3337看起来是一个很强的棋手了。火焰飞龙可以在烈焰风暴之后下一般，一般。对，这两只看起来都比这一只好一点。那这三只要比的，又以黑铁矮人更好一点。黑铁矮人表现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黑铁矮人，这一只有点烂而已，这两只都可以。那我们有一个顶一个很高的三费了，我暂时不会先选。我们先以二费，先把前以法力平均来看吧。这三张比的话，这两张其实都可以。那对法师而言，阿曼尼有一个更好的应用，就是如果对手没有单回换掉，你很有可能拿它去打掉一个五点血量的东西，这还不错，因为你可以自己点了嘛，伤害转移，把一个人的伤害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。镜像有点烂，镜像虽然镜像可以挡两次，可是镜像在法师里面。
除非你要配这个，那可能有点搞头，不然我觉得还是Steel雪地怪好一点。烈焰风暴啊，这没有办法的选择，对，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选择，这个第一个 LE 一定要选，不选就死定了。用黑暗渣男比较好是什么意思？黑暗能打什么什么黑？酿酒大师哦，准备一只时光龙跟两只酿酒大师，就在竞技场杀人喽！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。对，我们昨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昨天没有开台，对，昨天也没有接电话，昨天也没有回人家 Facebook 的讯息，昨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对，你们昨天都睡了一觉，睡得很好，这里应该还是日教师会先好一点。没有谁的战吼效果比较凶狠啊，这里只有他而已，所以你还不一定用这个收，你也没有太多的生存怪，我觉得破一只教室能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一点。哎呀，哎呀，每次都想选这个，每次都想精神控制技师，不要还是精神技师，每次都想。好，我们有一个 LE 了，要不要选第二个 LE 就看这一手了。自爆名扬就是第二个精神控制技师，对，第二个自爆名扬就是第二个，不是，第二自爆名扬就是第二个 LE， 只是你要不要选这个第二个 LE 而已。名扬还不错啦，以法师而言，只有法师可以选，法师以外的都不要选，真的，真心不骗，法师以外的这玩意都是垃圾。可是，在这三个东西比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是会选这个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的压力比这两个大一点点，我选这个，不要选绵羊。铁匠可惜，这个也可惜，选这个吧。这个是为了体质啦，来想一下，法师需不需要补血？我觉得还是补一下血。我觉得通常我还是会带一补血，如果能选到的话，好，这样就安全了，这样所有东西都安全了。接下来就开始选最强的东西就好了。这个法力龙曼，法力龙曼一二三，刚刚好。比方说你也可以啦，不过旁边有龙曼，我觉得先养龙曼。比方说你一回下这个后手硬币秘法之力，这样子你台上一个三三手下，基本上就赢一半啦。不要选鱼人，鱼人没有屁用。哦，拍卖师现在几个法术？你下去你顶多能抽到几个？一二，现在只有两个法术。拍卖师不好，引路者三点交二是一般，三点交二是的体质一般。对不对？你现在拍卖师，你不要说零件，你根本就没有零件啊！啊，你可以抽什么？你下来连六点叫这个体质都是烂。好，现在是一个哦，第二只绵羊，这三只比起来，这两只都没有用。嘿，那就选绵羊，这样你有两个 LE 了，这样子应该好哦。第更多的绵羊，非常好，我们有越来越多绵羊了 ，Gain。讲一下战术型选择好了啦，如果你不想选拍卖师的话，可以选血凡海寇，因为血凡海寇可以让你拆一层的武器。通常武器拿起来就只剩一层，因为假设因为你不会无聊拿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奥金收割斧，然后砍人家脸，或是拿人家奥金收割斧，不是拿奥金收割斧然后不做事，这个很少见。我有几抽牌啊？我现在一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要搭配到我是觉得这玩意要搭配到的机会很低，所以我真的是不想拿拍卖师，我觉得还是拿血凡好了。如果你的法术有四张以上，而且最好是两点左右的寒冰剑之类的都可以。我现在没有寒冰剑啦，我现在根本选不到。你可以不要拿拍，你可以拿拍卖师，会让你保证你的牌可以进来。然后不行的话，我觉得就血凡好了。哦 ，Nova， 我手下其实 Nova。Nova， 我不喜欢寒冰护体，虽然我有这个，但是我还是不喜欢。哦，我会补血，对吼。没有，那是我后来，我先选这个，我先选这个才选这个的。Nova， 不过这没有伤害，还是要选手下。三费有几只？三只。冰冻凝聚，冰冻凝聚可以保证你啊更多的绵羊，绵羊法师了。现在是一个绵羊法师，选两只绵羊会赢吗？血凡去解血偶之斧会直接解掉吗？血偶之斧的耐久是多少？好，是，那就是答案，就这样。
这游戏好难玩哦，选这个啦，因为你有黑铁，你可以加一下。哦，这没有屁用，不要选这个，这个不一定有屁用。这个有时候有屁用，看来还是选这个了，应该是选这个比较好一点哦。这个要加到，这个加到，这个加到，我想想看，加到圣盾是最好的，再来是风怒，再来是嘲讽，嘲讽是最低的，哎，嘲讽应该是最低的吧。虽然有时候你会需要嘲讽帮你让你活下来啊，可是风怒跟圣盾都比较主动，基本上强化经验好处是主动，所以我应该会选转化。哎，破法者，先选一个破法者吧。我们有个沉默了，虽然已经有羊了啦，但是破法者也是一个很棒的体质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体质。哦，这场就靠这玩意儿了，我们就回应一次吧，不要冰箱了啦，冰箱补血吗？冰箱补血，哦，好像冰法哦，干不对啊，冰法也没有屁用啊，我觉得还是要回应欸。末日，哎，我有双生星星末日欸，天哪，这怎么什么都可以 combo 啊？让我们来想一下吧。结果最后还是选回应，因为我需要很多的手下，我现在手下有点都不给力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给力啦、啊。现在手下几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可以再当一次 L E 啊，第二次 L E 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回应还是比较强，我还是比较想选回应。冰箱是最没有用的。这三张比的话，冰箱是最没有用的，末日是第二。我想要选回音，我觉得回音是最比较有高几率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。我的看法啦，末日的 combo， 末日 combo， 可是你又不会抽牌，你没有很多的抽牌去做到这件事情啊。你如果你的冰中心在第一张，末日远的最后一张，那你还是死啊。我觉得还是回音。哦，乐色乐色之之。哦哦，寒冰剑！天哪，我终于寒冰剑可以拿了，太好了！给我一个大点一点的东西吧，雪人，真选雪人，这个太烂，这个也没有到太烂啊，是现在比起来太烂啊，我四点后面没有东西耶，对不对？四点，你看我最大到五，然后七没嘞，那我打快攻哦，那塞三颗火球给我，哎，火炮可以做一个很大的牵制，非常好。没有，这一手只有一个选择，因为不会选猪猪。啊，副盾兵，音乐看守者，只能选音乐看守者了。野猪吗？不会选野猪吧？野猪就用天生技就好了，还省一张牌。虽然有时候法力会不够了。音乐啦，只能选音乐啦。哎，酿酒大不要这个，呵呵，有没有谁东西要回手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有没有谁有嘲讽啊？都没有嘲讽，哎，觉得都不选嘲讽是不是有点危险？凡人太烂，不要选凡人，真的，你的凡人要是没有得配，凡人很烂。五点的传说比较多，还是四点的传说比较多呢？四点有超大地雷，有洛伦戴尔男爵跟一只垃圾，五点可能可以用转化师转，我觉得我要选五点的，不要选四点的。虽然四点回手也不错啦，你可以回这个再转一次，就是这个，或者是回这种东西再做一次，这个也可以。五点的好还是四点的好？不要选凡人啊，凡人很烂啊。凡人就像你下一只阿曼尼一样。五点的，我觉得下五点的会比较好。四点的转起来有什么啊？雪人。四点最大的什么？饥饿的龙。饥饿龙是四点最大的东西吧？四点叫五六。五点最大的东西有什么？五八八，恶魔劫夺者。投弹手，干，不要投弹手，嘲讽应该是比较好。哦，谢，第二张，二选一，向左走，向右走。这是第二张 A O E 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有两张 A O E 了，我已经两个 A O E 了，还有一只绵羊在这里，所以我两个 A O E， 我不一定要每次靠这个烧，我可以多选一些会动的。我剩两个格子了，我有一次拆武器的，所以我不一定需要软泥。这个，
最后一张 ，last pick。哦吼吼吼！只能当个好投弹手啊，投弹手还是比较强，投弹手还是比这两个强。就这样。结果第一场就对法师，然后就被凯战打死。谢，今天我生日可以唱生日快乐歌给你听吗 ？To you， 唱完了。四点最大跟饥饿龙，饥饿龙跟那个都是五六啊，饥饿龙跟那一只都是五六。啊，不行，我不能选投弹手，投弹手是运气成分的，看起来是完蛋了。火球法师，绵羊法师。林之琳干第一场就法师，然后就要被对面 ID 还叫逍遥神珠哎、欸，对面还叫神珠，完蛋啦！先把这只换一换。对，先抢一二点就好了。To you， 唱完了，大家拍手。对，整首歌只唱最后两个字就好了。完蛋了，这场游戏我觉得是可以零三出去了，没有火球哎、欸。不知道土袭要不要选，可是选土袭还是觉得烂。他干嘛？看他下一首叫什么东西再决定。抖内三十看我会拿去干蠢事吗？我会花钱煮电脑这样。三回奇伦托法师硬币奇伦托法师秘密直接站起来就走，这游戏与我无关了，我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。啊，想拿这个测我寒冰剑，怎么可能丢寒冰剑？又不是数学不好，一定这样啊。不会这个就丢寒冰剑啊？你为了一个一费的丢寒冰剑，你也太意气用事啊！加起竞技场啊，他没有这么多机械啊。下个三是什么？蜘蛛坦克，只能发出猪叫声了。今天我跟我女朋友分手，可以跟我唱《分手快乐》给我听吗？你把右手砍了吗？你左手砍右手啊？右手砍左手啊？该怎么做呢？好了，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吧。有什么问题啊 ？OK， 好痛哦。想一下，点是一定要点，要不要下绵羊？哎、欸，我可以下绵羊点这个哎、欸，大家都去死吧！没，监工神圣之子会加二吗？不会，会减一。对，监工神圣之子还会减一。他要先下，他要养他，不会吧？我说这个人没有这种意气用事吧？哦，转羊，算了，不要干傻事了。哦，明月城将永不陷落。我想说，该不会这个人要转，不是？火球点左边那只，为什么要点左边那只啊？右边那只二三，哦，点左边那只三二，那他先把他点掉，打你脸就好了。然后你下一回还要再点一样啊？等一下，你点左边那只，然后你留一只二三，他点你的羊。哦，不会，他不会点你的羊。西向公王我，不，他不会点你的羊，是下左边。不会，哦，点右边比较平啊。有今日大乱斗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我的专栏已经交出去了，四号，离七月五号就要上了。我猜是玉主牌，希望不要猜错。给寒冰剑，妈的，算你狠。嗯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。呜！
可以把它冰起来。没关系，我下回可以用那个把它加超过活下来。哦，冰矛，不，教室加绵羊打左边火球雪人，教室加绵羊打雪打左边啊，你抖那一个教室吗？干护兵，呵，这场游戏已经进入一个没有意义的对话了。啊，干二分之一几率向左住左边住右边之幸福小套房。喷错会怎么样？喷错多扣一滴，因为有喷错一样，所以就喷啊。因为你喷到他啊，你喷到他，他是四攻，你喷到他是四攻，所以一样啊。结果就是四滴血，然后要看要不要转这个而已。我觉得这个再摆着也没有屁用。一二三四五三二这样。好了，应该不用转了。我现在要想办法活下来，没有火球的前提就是要活下来啊。打右边跟打左边都是一样啊，都是四三。嗯，你觉得你跟医神哪一个比较帅？那你要问医神了。对，医神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看法的。天能机点然后中掉。呼呼，真好，这一手应该是做这个吧，做这个。做这个，做这个，不做这个要做什么？做这个，做这个这样多少？二加一三四五，他差一滴，不行。好处是你这一只不会死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像比较好。三四五，烈焰的话也还不会死。做这个比较好。羊现在脚羊是因为没有下一手可以下，你顶多转化。剑士暴风城的力量，常常刀剑输入。或者下这个，你现在脚羊，然后你天际点，那你还是闪两只。他如果再下一只大宅，你还是要做这一手。我死了。听讲你有代志要笑。七，我剩七滴血，对不对？单看台面，我剩七滴血吧。我需要转一只嘲讽出来，哪个数字最多嘲讽呢？让我们想想看，四点有几只嘲讽？四点叫三五，四点叫没了干。七点有几只嘲讽啊？七点没有嘲讽，对不对？八点有一只嘲讽，三点有几只嘲讽？三点最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凹三点有嘲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常常刀剑吧，侏罗。为了你可能会觉得痒痒的。对。再举棋不定。完工了。沐浴在你。Gain。好吧，死了。四点只有两只吧，好吧，人家都有火球可以选，火山是997啊，火山转不到。三点有，我来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来想一下我算的到底对不对。龙火是20，龙火走不到，他说的是火山树人或者叫火山伐木工。三点有几只嘲讽啊？天生有的有谁啊？这都没有啊。法师卡自己也没有，这也没有。职业卡有天生有嘲讽的吗？三点这也没有。哦，这个有啊，一只。没有，我在想我有没有想错。一只，两只。哎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然后熊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三点是最多嘲讽的，哎，我没有记错。
还有七只哦，还有一只是哪一只啊？哎、欸，玩错了。当然你说转到双火球也是死啦，可是算一下也是对的啊。你还是要最后选一下哦，驱魔者还有一只，就是你还是要算一下，算一下哪个几率最好啊？一定不会转七啊，七没有啊，七什么都没有，七就算转特洛哥佐尔也是没有。然后一点只有副盾兵跟一点哦，副盾兵，点嘲讽，副盾兵跟那个啊，副盾兵跟闪金阵不足啊。刚还有另外一个可以选，转四点的，四点有什么？一四跟。游戏开始吧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气化赶紧拿掉。四点还有什么？四点魔骨山跟那个四一七跟四。零点有哦，零点是最有机会的。哇，这傻笑。零点是最有机会的吗？零点是二分之一啦。如果刚刚有零点可以转的话，就只有生金跟魔骨山吧。所以四点是最多的，最少的。我在想要不要丢硬币全解，丢硬币全解下一手就只能做二二二这样。为了大酋长，干，只能多想杀了。这样还是做二二啊，就结果都是。没有怕他下一个嘲讽或什么狼疾病不能做，所以先做一波的。没办法转出幽灵狼。零点就是二分之一，零点有嘲讽的比例是最高的，二分之一，好吧，这样子算数学的确是蛮正确的。您的数学正确。干，这个人真是把我打死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六七回要烧吗？六。我在想这里要不要硬币做这个，然后等一下有三三可以下。他如果把这只吃掉了，不行。哦，还有，哦，还有秘法克星 S 二十一，四连三只。哦，打错，干打错也要死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哦，痛死了。转什么都是50%，有跟没有，没有错，数学正确就是这样子算。干，还好我拿一只补血，不然要死掉了。先把武器射掉，然后必须净化太阳节。不想点天能级，撞天能级点掉，下一个三。不要招惹长牙！一转眼我剩11滴血了，这游戏到底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对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血凡海空那一手是有多烂哦，超级烂！干，那就是把我砍死！再过一回合我就要死掉了！不。到底要我干嘛？快把秘密给我！秘密来了！秘密来了！师父救我啊！拥抱光明。我不想吐这一只啊！哎、欸。
拿错了。长长刀剑吧，然后凹到一只大一点的，或者是冲锋，这只才打三点，是怕他等一下丢一只鱼人出来就更亏了。师傅救我，开始补血了 ，DPS 复活。哦，四费还有金具海盗，所以十有八只哎、欸，这样子四费真的是不是三费？哎、欸，四费有金具海盗，所以四费有三只，然后三费有七只。可是这样算起来，三费还是最好的啊。对啊，刚刚算起来三费还是最好的。不，你怎么可以砍他？你不要斩杀他 ！No， 我没有补血了，我没有补血了。戴总叫大宰，干滚啦！我不要理你啊。如果我不换他，他会不会知道我手里是料啊？应该会。试试看哦，看他有没有这个 sense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。他给谁没有什么差别、欸，觉得。他知道不是镜像体的，会往法术那边踩吧。然后圣盾还是要点啦、啊，因为你也不要让他免费去换，虽然他应该会去吃气化。嗯，应该。哇，哎、欸，不错。你的杀父仇人死了，非常好。啵啵，明天见喽。烈焰，然后反正他没有手牌了，你这个是不烈焰，也没有机会烈焰了。待会再转，待会干最贵的是这一只三点的，那应该下这个，嗯，那下这里没事做，应该要活下来了。要算全部的牌跟朝分支朝奉到底有多少啊？好难哦，哦，不要算出，不要这么认真算数学哦。Sky Golem， 请给我的变羊术，谢谢。Again， 哎、欸，想赚吗？哦。哦，吼吼吼吼吼！从浪弹队回来了。哎，马吉欧布奇，哼！干！还是姐好，发他姐。哦，刚好可以死了。向前。哦，我们活下来了，终于不能转化他的啦，转化只能转自己的啦。等一下就是转这个，这玩意儿用完了好吗？补完了可以走咯。干，拿沉默杀爆他，真的真心不，怎么会是我抽到 TG 闪力？那血刃多少？两回合内会死吗？不会，四五六七八九，我是觉得可以冰咬了啦。向前推进，哎，不是这个先打。然后转一下，噔！哦 ，DPS King， 看姿势吧。Yes， 不需要回应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们转出了 DPS 最高的手下。五费 DPS 前几高的手下，另外一张是七六那一只啊，不过喂、欸、打错了，不过先求有再求好就好了。哇，好危险哦！天哪、啊，那个两手没有补起来，真的就死掉了、欸，对不对？我刚血不太高哎、欸。五费大奖是什么啊？五八八吗？五八八算大奖吗？如果攻击力最高是588吧，五点还有更高的吗？没有吧，恶魔劫夺者最高嘛，然后再来是再来就是老水手跟那个嘛。请问新兵份新兵圣一定要放飞刀手吗？没有，可是有放比较强一点。干术士、欸，要不要留这个啊？这样嘞。这个用完，然后这个转这个，怎么他过年了吧？
还是这样好了，先想要抽点一二点的下来。太好了，都没有一二点了。哦，还有土元素哦。干，果然，觉得还是应该留下狼骑兵。哦，你死了，这是一个3滴血的交换啊！如果你这回合 pass， 那你就是拿硬币换3滴血，拿3滴血换硬币，讲反了。对，你这回合 pass 嘛，他下回下另外一只东西，希望不会是给他圣盾。对，不然那你就是拿3滴血换那一个3滴血。哇，这个。还好，两滴血跟3滴血交易可以接受，这一定要弄起来。哎，没事了，要不要直接喷？不喷可以等4回，他应该不会拿4影缠到字典吧？我猜他没有这个打算。哇靠！你居然有目光飞龙，这游戏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你怎么会有目光飞龙？哎，雪人。黑暗炸弹撞黑暗炸弹，雪人好，雪人备用零件先拿到，或许有一些不一样。这个有点烂，其实我不太喜欢音乐看守者，音乐看守者那时候也是超烂，3张只能选音乐看守者，另外一张是什么？还有人记得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另外2张是什么？天，居然最后是选到这个，这也还好哦，可以偷喽，待会下一手可以偷一下。我们要偷一下呢，就是哦，羊一个，干，那等我要偷到羊，先撞嘛，这手一定要撞嘛，撞完再想下一手要做什么。嗯，也可以冰啊，干他妈，真的吗？你认真的吗？这样吧，等，我不要点牌，没点牌就15，羊是我唯一的解。如果羊那只46的话，他可以拿32撞掉，我有可能偷到羊。如果我不扬的话，我这边下44这一只，他会怎么换？他2只灌掉左边盾，撞右边下一只新的。不行，扬，如果我扬，扬也点不掉。我觉得扬可以留一下，先把手下丢出去。明月长将有夫陷落。哦，副盾兵野猪跟银月看守者只能选这个。然后这里就是傻傻的用小鬼爆破点的玩意儿，这样。哎，抽一张。哦，是隐藏到漂亮，然后撞一个，好吧，还是要羊，对，还是要羊。哎，这个时候抽个绵羊也好，羊不是，为了黑翼，我变羊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变羊。我变羊，他会下苦痛死影缠绕，下四声死影缠绕撞打掉，还是会都两手都不好。哦，居然不，他把东西缴掉了。呼呼，好吧。想了一个晚上，觉得这个解还是没有很好。虽然我是把羊留着，没有错了。我来自虚无。血。绵羊大爆炸。加加。3 4 5 6 7 4 5 6 7 3 4 5 6 7。这个是重点还是它里面那个是重点？应该是它里面那个是重点。里面那个是重点，可是我血剩16滴耶，我怎么解啊？变羊杀，他手里还有东西吗？你觉得他手里还有东西吗？我觉得手里没有东西的话，这里456或者是做331是这样啊，这样然后这样，可是这样子他会拿这个2只可以直接换掉，没有赚7，他红西丢过了嘛，先丢七，我觉得手下这2只应该留不下来，直接丢七可能好一点。剑士暴风城的力量，
请问法师的冰霜长矛好用吗？一般。如果他手里有武器，就直接丢，哎，不会，应该是会直接丢。特洛格佐尔，灵魂之火，他这样丢了灵魂之火，他现在一直在点那一只啊，干，等一下画面被卡住了，我抽到什么？先偷一只来看看嘛，不管啊，要增加几率吗？增加几率可以撞，没有算了。使用 TC130心灵错位器。哦，不用管里面是什么了。为了联盟，这一只比较好，没有，这一只比较大。现在局棋不定了，拥抱光明。然后换他 TC130，游戏就结束了。不，冰火让他下多一点再烈焰，你确定他还有多一点可以下吗？现在难就是难在你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点可以下，而且看起来你的人生是要在这里结束了。这样打多少啊？十七不行，他不会死，他还早。或许杨哥应该没有大灾啊，这一张。地狱烈焰，地狱烈焰，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剩五点。做什么都要死啊！做2、3、3、1，我可以再转增加伤害，可以，我可以把这个转给他，所以我可以。前往虚马，前往虚马，光芒护身，为了联盟。你是谁？好了，看这一回合啦。他地狱烈焰，他赢啊，没有我赢。没有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谢谢你。好吧。谢谢你。哦，手里是第二只虚无，所以他虚无是要拉虚无。输了。我刚才想要转伤害给他，就还是不行，输了。查五滴血压倒性一张不够啊，不拉抽到就是这样了。GG， 这能说什么呢？人家就抽得到、啊，我们就是抽不到。你说冰一回合再下吗？他如果你冰了，他不下东西嘞？哦，如果你冰了下其他东西，因为你那一手冰霜直接做，假设你冰霜你做冰霜好了，他不做事情嘞。你做冰霜完可以下几只？那一手七回嘛，所以你冰霜完我可以下一只三二，我可以下一只光明引路者好了，我下一只三，然后他不下东西嘞。如果他不下，早就开始了。如果他不下，那你还是要烧啊，就是你下一手还是要烧。嗯，当然你可以撞掉一只啦，那你或许就不用烧了。但是没有，我觉得还是结果还是要烧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就烧啦，烧那个时候应该是对的。你好啊，干，不会是认识吧？不要啊！哎，真好，有你就不用丢你了。13就13啊，可以给我留下 ID 吗？拜托，不行啊！下一位，准备行动。干，好强哦！他下这种东西，我实在是无法处理耶。三回要做什么？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哦，好想要偷秘密哦！
忽然觉得偷秘密好重要哦，忽然觉得死定了。哎，镜像体应该是镜像体，镜像体撞喷下这个镜像体的机会最高，也好，先把那个消掉。哎，是打错了。不是哦，法术型的，法术那边的，对，哦，那就是这个、欸，没有，所以，对于要不要冰烧这件事情，我是觉得不要。对，刚刚当然最难过的是没有暴风雪啊，有暴风雪就直接暴风雪烧就好了。哦，哦，法反，还不是法反，到底是什么？剩一点，剩一个嘞，剩冰，我打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剩冰箱跟扭曲者、欸，哎。扭曲者要记住，扭曲者一定会出事。扭曲者没有记忆，会有危险。他先后哦，对，有差哎、欸，不是复制啊，不是复制吧？真好。冰箱啊，哦，太爽咯，你扎我，我扎你，这是个残酷的交集。硬币在谁手上？干，他烈焰烧就亏了。不要，我觉得避免烈焰烧，我们还是做一些稳定一点选择。这里投弹很爽啊，投弹可以直接解，然后被烈焰就没了，被硬币烈焰就哦，我有，不行，这是气化干。是扭曲者啊，跟冰箱啊，扭曲者跟冰箱，哈。只有我跟瑶瑶。我也还没有做过扭曲者，所以这个不怕烧，所以我可以把它留着。哦，像死了吗？我有时候真的想太多，那就想太多啊，就这样。沉默没有意义，沉默谁？沉默扎兰克。门已开启。想打多少啊？三六九哦，还可以引路者哎、欸，真好。三六九，沉默他打多少啊？沉默他三六九十十一十二，剩一冰箱。然后我头上有破法子，我头上哎、欸、没有三六九十十一，天人记没有办法点，因为四五六七差一点。所以这一回合，如果他头上是冰箱，这回合没有办法破冰箱，要再等一回合。所以说，都要等一回合嘛。那我把这只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是沉默。沉默烧打完剩一，两回合内死。哎、欸，这样。或许你的魔法无法拯救。反正我头上是那个，他就算把我全烧了，我还有气化拿掉他的那一只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点这个、啊。就剩冰箱啊，剩冰箱跟扭曲者，剩这两个，然后不知道是哪一个而已。得打脸哦！啊干，真是不勇敢。呵呵，回音，一二三，不错啊。先点嘛，看是冰箱就知道啊。哦，冰箱，哎，果然是冰箱。补血喽！
理论上不可能啊，我三人滴血怎么样应该是不会死啊。看水晶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看水晶？自己来，呵呵。哦，先下引路者，再下回音。哦，对。竞技场冰箱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下冰箱。啊？哎、欸？开始了。哦，又是法师，这样。哦，看水晶就知道谁先出牌了。对。对对，天，他为什么学我？你为什么也有这一只？没事做。哦，有事做了，直接丢绵羊，不要管，不要想结场了，先把绵羊丢上去就安全了。耶、yeah, ，死吧，全部都给我去死吧。自己点就省事了，真的。当然是打脸啊，对啊，打脸多一点伤害啊。下这个吧，因为你等一下硬币可以挑投弹手。回音是哥哥打弟弟的牌，是史诗，嗯，史诗。火炮，我为了这个火炮也是可以的，这玩意儿吃一只。血打得赢吗？可以。哦，回音。哇，不行。有没有比较好的解法？丢硬币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没有，是傻子哦。多卖一只，应该是投弹手了，投弹手最好。炸弹快递。凌晨三点，大乱斗凌晨三点。还有三个小时，不点也是，我也不会点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回音，希望可以回音，回音这两只就够了，真的回音到它就够了。多一只投弹手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值得、划算、快乐、开心。去你的龙曼，点寒冰剑，哇！这个把它冲掉吧。也可以等七回啦，如果你不想。想一下，等七回吗？他等一下下的东西你是可以等七回把它点，把它弄掉。可是等七回烧要冷两回合、欸，哎，冷一回合可能可以，冷两回合。二十四对三十，我有没有补血的？我的引路者丢掉了，我剩一只补血的。因为这里不这样做，就是做这个跟这个。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。其实我昨天，哦，所以还可以。对啊，龙曼会很恐怖啊！你不知道龙他有没有办法把龙曼加大？虽然把龙曼加大的机会很低啦。但是还是要防一下。算你狠，算你狠，我的脸好肿哦！再叫一只，不要下秘密，你就死定了。啵啵，游戏结束，这个烧掉下去，你就可以跳了。走吧。
这个烧掉下去，这场游戏就结束了。对，大局已定。完了，这个坡头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等一下来做试试。四四四三。哦，你怎么会有武器？啊、哦，好痛哦！干，我把血盘海扣丢掉了。他帮我换掉一只狼人啊，还可以接受啦。他帮我换掉一只狼人，还是可以接受啦。试试。四四，不然怎么这个没了？这个你这个把它加大，然后你撞它，傻傻的四四啊，四三这个撞它，干不要多拿一只黑铁，多拿一只黑铁比较好呢？还是？哎、欸，他剩一张手牌，干嘛那么认真？如果刚刚试试，就是拿一只黑铁跟一只这个，跟三只这个，跟一只这个，跟这个，想一下，没有，我刚才想到底哪个比较好。嗯，是，其实你手里没有牌，你再不做回应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场合做回应的。当然，这玩意就很像抽牌啦，只是抽场上来抽里面而已。Oh shit， 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了，我剩一只猪猪，我可以拿一只猪猪。没关系，我猪猪会是一只二二猪猪，你打不赢他了，我跟你说，只是猪猪超乎想象的强大。大猪猪。暴风城的力量。我还有十六滴血，要被岩爆打死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啊，我可以拿第二只暴风城跟第二只猪猪咯，一打这个能力叫什么？暴。为什么你会有一样东西？嗯、你的东西比我强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来想一下怎么样解这个场子呢？首先，先下一只这个。一二三四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先做三嘛，如果多一只手下再做四啊。哎，没有，我一定要做火炮，所以我直接先做四啊，四二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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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啊，做一四二啊，我在想顺序而已啊。算了，直接回应吧。或许，然后这个撞掉这个，哎，火炮。再举棋不定了。这个撞掉这个，火炮，哦，扫射扫叠一层，干我这个主角，如果我先喷出来，我如果我喷到五五的话怎么办？天生技点撞火炮那一样，哎，不行，那我就要拿六六互换，那我帮他省一点法力，所以先撞才对。还一只，先喷吗？你先喷，如果喷到，我想一下，你有在想先喷比较好，还是先撞比较好？你先喷，喷到五五怎么办 ？Wait a minute， 你先喷，喷到五五，喷到五五，喷到五五，天能祭点，然后嘞，那一只六六还是对撞啊？该死，应该先抽，叫我卖一只手下。然后呢？喷到五火球点掉，那还是暴风城对撞啊！你还是拿暴风城撞他暴风城啊！你可以留一只猪啦，往好处想是这样啦，你会多留一只猪啦，是这样吗？哦，干！先勇士对撞，再丢火炮，少一只猪。哦，一个是少死一只猪，一个是多死一只猪，六七八九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脊。没有，这样可以躲过。哦，没有，躲猎也没有差了。音乐起跑。
王将有功陷落。为了联盟。没有啊，因为如果他剩一点，如果剩一滴血的话，然后多死一只猪，就是少死一只猪跟多死一只猪的差别。为了联盟，六六对撞再喷，先喷，干好难哦，不出去。先喷五五天，先喷五五天生技点。六六对撞，不对，先撞六六喷，那你就是留一只一一。先喷六六二对撞，六六会变六二，就这样。最好的情况是喷中暴风城拿猪撞的话，喷中暴风城拿猪撞掉的话，你的暴风城会剩六二，这是最好的情况。等一下，我先，因为我们没有 MOD 在，所以我要手动处理这件事情。然后不用申请 MOD， 因为我们不接受不认识的，除了以前封的，不然没有人接受。然后六六撞四，这是最完美的情况啊！先喷的话，然后如果喷到五五天灯剂，喷到五五天灯剂点掉暴风城对撞，那就是留一只一一的猪哎、欸。对啊，没有，我的只有一个 mode 而已，它是一个机器人，我要手动把它变掉。等一下，玩错了。麦迪文对上，不不，索尔。为了末日锤，哦，游戏开始了。一下一回，算了 ，keep。虽然不知道拆不拆得到武器，可是应该是拆得到吧。为什么一直 ban 来 ban 去？就 ban 哎、欸，牌呢？牌呢？他是 MOD 哎、欸，他在吗 ？MOD 只有 MOD 有两个是认识的，跟很久很久以前封的一个。可是不一定有，不一定大家做事就这样。我这边没有另外一个人呢、啊，还有谁？牌呢？我现在网络还在吗？我现在实况还在吗？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哎、欸。牌呢？完了，看起来就只有两张可以改，开始打了。干断线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想断。Just Gravity King 有怎么样吗 ？Play Handgun One 哦，干又是来了，又是老招了。主力懂那100美可以当 MOD 啊，不收钱，我们不会因为你给多少钱而封你 MOD。对。干断线了，囧了，一进去就死掉了。烂游戏，记录断掉的时候不能退出哦，断掉直接按 ESC 出去，直接按右上角出去。因为我上次按叶子出去，结果我就直接输了。回来了，阿大与阿瓜，我们回来了。一回来，顺便场上就有三张了。除非你今天精神或心情会是有点不好，还好，没有很好或很不好。哎，搞毛啊！结果一出去发现室友正在拔线，不对啊，那实况早就断了、啊。
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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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了。不如我们来聊天吧，想一下吧，到底要聊什么呢？哦，想今天，我现在是不能玩欸，搞毛啊，是不能玩欸。不是我连不回去，我那个回不去，可是瑞凡了，不然我们来打暴雪英霸吧，直接收起来改打暴雪英霸。一回成魔，二回就不可能，二回就不可能旋刃打敌装置啦，各位同学，一回成魔，二回就不可能封路机器人了。你的数学老师也是经常请，不是？干完屁哦！干干不能啊，没有几分钟，我不能过几分钟就好啦，我现在过几分钟就跟尸体啦。泸州火车站，泸州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火车站上面有火那个字啦，只有都叫泸州车站啊，这老梗了哦，我回来了。干！这傻小，继续打 WP。还真的有爆，哇！连钱都发完了，哇操！到底玩个屁啊！干干，我觉得我骑手不错啊。我一回来看着你满台这个世界奇观没有两样啊，妈的只能打下一场啊，会被 DDoS 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有听过这个消息，可是我没有验证过这个消息。干，玩个屁哦！哦，干，他连钱都直接给你耶，给你钱，滚这样。不行，那我要去虐待别人了。你不要吵，我要想办法虐待别人了。法科，你是你逼我的，在这玩要被 ban 掉之前，我要再弄一次。干，你完蛋了！我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，我现在心情比原本还不好。没有，我心情还好而已。只是我开始做一些坏事了。好了，妈的，妈的，我们测试一下，没有，我要测试一下网络是不是正常嘛？所以我要比较用暴力一点的方式测试网络是不是很正常。对你不要逼我，我现在心情。是他逼我的，对，是这个世界让我，对，不是我们错，是世界错了。我把一次通了吗？有哈，敢按错了，对，不是我错了，是这世界错了。我要拯救这个世界，用我自己的方法。哎，龙之伴侣在哪里啊？聊天室，等一下，聊天室讲什么，我全部都没有在看。我决定要再打一次毁灭别人的快乐套牌，讲几张啊？好，再来补一下那个就好了。智慧祝福也可以抽一张啊，如果想要抽的话。然后肉身僵尸。我们想要用别的方式回报这个世界，没有错。我们要抱着正面积极的态度，让对手没有办法玩游戏。法克他刚不让，刚刚有一个人不让我玩游戏，我也不要让他玩游戏。还有什么？大补一张，两张淤泥。大补在这里，然后两张淤泥，然后两张苍蓝。奉献有了吧？奉献一视同仁，火山。好，还剩一格，还剩一格，要塞什么啊？我记得昨天很卡、啊，怎么今天牌组的很快啊？咦，庄园摆几张？庄园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还有一张抽牌是摆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有没有谁还记得我们昨天摆了什么抽牌啊？两点掠宝也摆啦，一四
三点四点哦，没有啦，那个银色黎明保卫者不是黎明的黎明保卫者，奥多尔保安官，因为你还是要活下来，活下来是很重要的。就这样，赶去死吧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干！不要逼我，我跟你讲，初恋是不是观众越多心情越差？不一定吧，这两回事吧。初恋知道会用时空龙赢过吗？去看影片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冷光，对哦，我没有买冷光。R17打这个应该是死吧。雷克萨，狩猎。R17打这个应该只会死吧，会变 R20吧？你们最喜欢的 R20。有会，等我们成功一次，妈的，我们就回去战斗。我现在已经惨败一场了。你妈不怕你妈来看你用 bug 吗？应该还在吧？我觉得我爸妈应该还在聊天室啊。我放了双僵尸护盾小机器人，应该不会这么惨吧？希望一回可以抽个僵尸，问题就结束了。所以要练习交换三次，对，交换三次是这副套牌的重点。僵尸，好，没有干，二要跳。啊，旅行者啊！安天记，安天记，他就结束了、欸，他就没招嘞、欸。嘿嘿，呀不啦不噜。好，我们材料到一半了，你死定了。接下来只是要需要给我一点时间，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可以毁灭别人的快乐。干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死？哎、欸，死神。What？ 把圣盾要敲掉，对啊。What？ 死神，好少见啊！启动武器。好，回到旧时代。哦，我们先开竞技场投票。刚刚是什么啊？法师。刚有人记得那三个职业是什么啊？法师什么跟什么我忘记了。干，我倒垃圾就我又忘记倒垃圾，真是难过的一天。今天诸事不宜，大家还是回家睡觉。哦，他把它换掉，那这样我生命可以延续久一点。比这个，诺兹多姆，下一手抽诺兹多姆你就死定了。好、哦，没有。这里加你如果真的要打这副套牌的话，你要先下这个，再下这个，再下这个。哎，你不能先下龙之伴侣，再下长蓝，因为要不然你真的减 bonus 的那个费用，减费的那个效果会吃不到长蓝身上，会吃在那个你会减不到诺兹多姆，会减到另外一只身上。反攻啊！对，你的回合属于我，圣骑士，时光警察圣骑士，击杀不可能啊！哦，猫头鹰，猫头鹰，哦，也是可以，对，奉献，这里奉献就快乐了，没有奉献就难过了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开新的投，我还没有开新的投票。哎，不行！前来报道。啊，干！你要被放狗，等一下。为了正义，再给你一张。哦，好啦，等一下，我先开投票。告诉你，刚刚三个职业有什么啦？萨满、术士、法师吗？是这三个吗？上一场这一场的呢？这一场刚刚有按开，可是我忘了内容了，所以是萨满术士法师吗？还是你们现在在全部乱投票？好，没有放狗，哎、欸，有还是有，他这样才会多一只。讲到啥？好多、哦。嗯，他是 AI 吗？他怎么好像 AI 的？他的动作好像 AI 哦。
你看他的操作很奇怪。击杀掉一张了啦，这神女的技哦，秘密，冰冻、火焰、爆炸、爆炸、爆炸。时间快要没了。我觉得他是 AI， 他不是人类，他不是人类在打这个，他不是人类在打这副套牌。不过这样讲也没有什么证据，就是。那个给我。两只龙之伴侣。假设我下这一个，我就没办法抽到牌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我下这一个，我抽任何东西都没有用了，我没有办法补血，然后我只能换掉全部的伤害是这样。这样。这样。为了正义。这样，这样我只能补血。不是冰冻，第一下打的时候不是冰冻。差一张牌。台面上三点伤害，我剩六滴血，感觉很像外挂啊，因为他的操作的那个流程不像人类，所以就这样。我先开新的投票吧，新的投票到底是什么、啊？法师，我知道有法师而已，法师术士。术士萨满 ，open， 应该可以了。回报外挂有用吗？没有吧。他的外挂也没有保证赢或是输，但就是这样。我淤泥摆两张，还有什么没有摆？护盾小机器人、双僵尸。好，我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了。到底是这三个职业吗？哦，是这三个职业都是法师职。嗯，他的动作很方啊，就是很正常，很像，你知道之前那个啊，我忘了哪个游戏是神魔还是哪一个，有人贴了一个过关文章，结果他是用外挂转的，就是贴了一个分享自己如何过关的那个影片，结果他的转的方式90度转珠，哎，没有看过有人转珠这样转的，真是太厉害了，所以那个就会判定成外挂。我看结果到底是什么？好了，我开着网页的时候会稍微累一个，大家这个包容心一下，包容心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包容心 ，refresh， 干好慢哦，我先倒个水，干我垃圾车又没有到了，看来我家垃圾要堆到爆炸。一个礼拜的垃圾很恐怖欸。萨满 41.7 欸，因为被萨满打死了。我先确保我耳机充电器好了。OK。好了，不用再投票啦，我已经看完结果了，就不会再改变了。呵，完成，没有，萨满最高。好了，不用再投票啦。请问一下，黑猫的普通卡的道具卡片，普通魔法瓶干嘛？开潜能用的。等等。听我的呼唤吧。我想一下，哈，第一手 pick 一中各表哎、欸，天啊，吉夫斯有点烂哎、欸，快攻型的可以用，可是你现在才选第一张，你哪知道会不会快攻型？正二体不止有点烂，
好处是你可以当个 AOE 用，坏处是你的台上的图腾也会全部都不见，就是你花了十分钟按图腾，你丢一个正二体就什么都不见了。先祖之魂可能是妈这三场里面比较好的选择，真的是想一下妈这三场里面感觉先祖之魂是唯一可以用的、欸，吉乌斯实在是不太强，除非你萨满要打到手干，可是你打到手干，然后下吉乌斯你顶多抽一轮，然后吉乌斯就死掉，那你还是要用三张牌去打你后面的回合。然后正二体可惜，正二体体质可以一般呐、啊，就是武士是一般，就是苍蓝龙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他有一个嘲讽 ，OK， 然后他可以当一个图腾毁灭者 ，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啦。我们来想一下，所以到底要正二体还是吉乌斯还是先祖之魂？应该不会选吉乌斯，所以正二体跟先祖之魂选一个。这是第一张牌，我们不能确保五点。我们想一下，萨满五点还有什么东西？土元素。没了，应该只有土元素。我觉得还是先祖。先祖好处是放大怪或者是中型大小怪物都可以。哦，严厉的士官找力鲁行者，严厉的士官的选次会比较高一点。因为你可以加图腾，这不好用，我觉得不好用。哦，闪电剑跟凶武打力装置，闪电剑应该还是闪电剑选次比较高一点。凶武打力装置强，二回下就很强。比方说你现在二回下有没有？你二回下凶武打力装置套个石化武器，严厉的士官，这玩意就打16点，他就死掉了。对，但是其他，但是不算这种情况的话，其实还好。我觉得闪电剑还是比较安稳一点。黑铁，等等，这没什么东西可以放啊？有，刚讲完就发现有，先祖之魂可以放，先祖之魂有两次，狼人还好。萨满对狼人的搭配没有太多，没有，你要自己点一点伤害，你要什么点？没有啊，所以你没有办法，你要吃大风怒很比较差，可惜一点啊，算可惜一点。所以我觉得还是黑铁矮人比较好一点，比较主动一点，这比较主动就有点被动。好，野心之魂没有比野心之魂更好选项了。这个除非旁边很烂才会选，这个除非你要拼看那个才可以选。对，要不然还是野心之魂比较安全一点。安全，对，虽然安全跟赢是两回事，但是安全现在谁会死身？好，都不会死身，所以这玩意不列入考虑。这个可以列入考虑，如果你想要的话。我这边应该是选鱼人啊，鱼人两点叫两个二一鱼人，跟按天生技的差别是没有，鱼人比较活一点，鱼人比较好一点，鱼人跟老水手比哦。老水手的好处是，虽然他老水手只有四点攻，只有四滴血，好，老水手有一个七点攻击力，所以通常老水手的下一回合，比方说对手六回，他也不敢下十全巨魔呵呵，如果他没有办法解老水手的话，不过通常没有，如果你有办法玩到这个样子，你应该也是赢的啦，也不用这么认真的啦，对，所以应该是可能要选鱼人。无负的元素，哈哈，这也可以。如果你今天这个不是这个的话，可以选这个哦。图腾会动哦，让图腾动起来吧。哦，没有屁用，可能有用，应该有用。哦，风怒哎，风怒是可以人生嗜血打一波的最重要的关键之一。对，风怒是一个非常凶狠的选择。如果不算风怒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吧。谁的战吼很强？一个、两个，哦，两个哎，两个还不错的战吼，酿酒大师可能是可以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邪恶十字军会吃大力正极，我们今天一整天下来有没有打到萨满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那就邪恶十字军哪里？哦，秘法魔像、法力怨灵跟日怒保卫者，日怒可以当个两点叫，一般情况下，法力怨灵有点乱搞，我不喜欢。秘法魔像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，这三张要比的话。日怒，如果你今天打到后来还没有嘲讽的话，日怒可以凹一下。不过两点的时候，看一下。另外一个好处是，你可以强制架在一些手下上面。不过你已经有这个啦，来，你有这个啦，好一点。哦，第二只无夫跟铁匠，选只大怪。现在几超载？两超载嘛，野心之魂跟这个。不会选达拉兰，只有达拉兰不会选，还没有武器，所以不确定要不要选铁匠。但以546的体质，我觉得铁匠是可以给很大的压力的。双无负还是铁匠呢？双无负，如果
其实每个职业的三二四有些很好选，有些不好选。比方说法师的幻焰者，你可能选次就很高，就会比较高一点点。然后术士的三二四应该是术士哦，术士的应该是最高的吧？术士的是那个小鬼帮派老大，那选的机会比较大一点。我在想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好？双超载，这个其实能吃到一次超载就不错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指望，比较指望五副哦。石化跟鬼灵，法术有几张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二三张。鬼灵还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。鬼灵跟石化武器哦，第十二张牌，鬼灵跟石化武器，鬼灵。鬼灵好像还是比较厉害一点，虽然鬼灵不能上这个，鬼灵跟石化武器，我这场要打快攻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打一般的吧。鬼灵跟石化武器，鬼灵好一点。好，冰霜正极没有屁用。老麦酿酒大师可以收这个二度冲锋，可以收这个二度加成，可以收这个，而且可以满足一个四点胶。好，第二张铁匠。淡水二铁匠鲁莽火箭手，虽然我上次有一次被鲁莽火箭手打死，让我非常不快乐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选铁匠。这时候呢，哇，这场如果来个武器，就真的是快乐了。嗯，看这什么玩意儿？火箭手，好，炸弹客，不要管，对我只会选炸弹客。好，烂牌区，地狱级烂牌区。第一个是谁会死亡之身啊？一只没了，一只好，这玩意儿一点。然后这玩意儿呢，这个玩意儿帮助现在只有闪电镜有吃到一个加成，看起来还蛮厉害的，一般。嗯，这玩意儿呢可以额外造成一点伤害，可以点掉一些在嘲讽后面的东西，可以配鱼人，可以配扎兰克，可以配没了。狗头吧，如果你想要闪电风暴的话，如果你现在期待抽到闪电风暴的话，狗头会安全一点，我就还是选狗头。哦，干，傻小，花了发，我已经有两只鱼人了，我不要再第三只鱼人，我们是鱼人队长，大家好，我是鱼人队长，巨魔法师吧，这样子我们的曲线，哦，这只能选这个了，虽然与你践踏者也是一般，哎，目光飞龙。妈，一个从来不会抽牌的萨满，目光飞龙。目光飞龙是一个高风险投资，就是你可以弄到他你就赢了，你弄不到他就输了。对，那我觉得还是打蛋比较厉害。目光飞龙跟打蛋，我觉得打蛋比较厉害啊。为什么这里要选蛋呢？你有三张哎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这个看起来压力大多啦。是不是选鱼人后面出鱼人队长？不要干傻事了，好吗？目光飞龙，你就算起手目光飞龙，它能多大？你每回都出一张牌，你在四回前出了四张牌好了，那也充其量是一个四哦。如果你还可能多丢一张闪电剑，那就是四五四三。我觉得还是拿蛋比较好。闪电风。我大哦，这个啦，风怒十点，好不好？灌十点就靠这玩意儿了。搞毛啊，这个手牌有石化武器啊，是可以凹一下啦，是可以打一个超大爆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风怒两拳这样。好了，维新装甲也可以啦，维新装甲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，而且维新装甲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选择。维新装甲实在是很恐怖，天哪，我有没有海盗啊？没有吧，我记得。没有，妈的一打垃圾，这没有屁用，这完全没有屁用，不要选这个，这看起来没有屁用了，看起来是不要选这个了。哦 ，Quico 一定要选 Quico， 因为我需要很多的单点杀。哦哦一哦一哦一，干一点叫这个，二点叫那个两只鱼人，对手就吓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几张法术可以下的，一二三四五。五张法术，一点叫鱼人招讨者，二回叫两只二翼鱼人，对手这一只就变三二，绝对不会选警报机器人，警报机器人会拉到一大堆有战吼的东西，除非你要凹他，这玩意儿会活着，可是我觉得这活着的机会实在是太低了，所以还是不要好。干，拍卖师才抽三张，还不能抽，还不到抽哎、欸。
他还打输这三个哎、欸，还连这个都会打输哎、欸，连这个都会打输哎、欸，连这个都会打输哎、欸，连这个都会打输哎、欸。干、欸，不会选冤招超者吧？那我想一下，我觉得抽不到，我不是我的觉得是这个抽不到，而不是这个抽不到。好强哦！干，早知道就选打蛋机了。干，这个手牌看起来选打蛋机就赢了，选打蛋机把这些全部挂一挂，那个人就死掉了。四点几张啊？四点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多一张黑铁，五张。反正二回很多东西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嘛，六张嘛，对、啊。应该不用再一张石化武器吧？全选一点的，全部选鱼人就赢了吗？你们这群人莫名其妙。黑铁还是比较好吧，黑铁应该还是比石化武器，一个是两点，一个三点，一个多一只，一个少一只啊。黑铁应该是比较好。好，干完了。哎、欸，南海水手、欸，哎，干还是没有武器啊。饥饿的龙、麻风地精这两个都超烂，干这两个妈真是超烂，猎鹿超烂列表。好，关键三点叫哦，我有没有机械啊？没有哈、哦，对，看完了没有？阿曼尼银白丝虫齿轮大师，阿曼尼银白丝虫齿轮大师，那是没有屁用，根本就没有机械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太做梦啦、啊！这是什么 combo 杀哦？没有一个 combo 起来的啊！阿曼尼是最稳的，阿曼尼是最安全的选择。银白跟齿轮大师是比较赌注的选择，赌注成功就赢了，赌注失败就输了。想一下。请问主角术士第一张奈法利安钓鱼跟赫米特爱心瓦里钓鱼，奈法利安也没武器，对，也没这手最一般的选择，要么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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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机械只有一张嘛，这不是机械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的选的机会应该是最低的，然后这两个选一张，然后看你要补二回还是补一回而已。一回这个其实有时候换不到一条东西，它只是一个前期给对手压力，然后你二回可能可以用士官加一下会比较好。我帮他打一点嘛，还是不能打一点，没有办法打一点，有炸弹客打一点，那就这样了。对，哦，嗜血只能选嗜血，嗜血才会赢，不选嗜血都会输。哦，武器 weapon 不用再选这个了。我当什么都没有看到，588，干，快攻杀啦！就决定是这个样子了，圈起来 A 对面脸 ，A 到对面死掉为止。这样会赢吗？这样看起来不会赢啊！这再怎么圈起来 A 对面脸，也看起来是不会赢啊！选这个没有屁用啦，这个只能抽了三张啦，这个超烂啊，这不要想了，他要超载一耶。血骑士也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，有啦，有这个可以吃啊，大概就只有这个可以吃了，看来还是选588了。看来588就是这个游戏的终点了，没有错，选588就赢了。干，烂鱼了，烂萨满，这部套牌就叫烂萨满了。我哪知道所有是不是闪电风暴，我也有想啊，我想着要选啊，我没有选到而已啊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这看起来就零三了，就叫零三煞啊。普通吧，这牌没有到很烂，认真的吗？他没有火元素哎、欸，也没有闪电风暴哎、欸，不是说两个要选一个哦，不是，干，等一下，我记得这个人改 ID 了，所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我遇到对面 ID 叫神经质猛狮，哎，可是我记得神经质猛狮应该已经叫皮皮尔了，对，所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，非常好，没事。吓我一跳，连妖术都没有，哎，是没有得选，哎，你们对我太有信心了啦，我觉得零三就可以走了啦，这牌感觉六胜哪来的感觉？干，输了啦！我拿盔口打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两只鱼人，他会解吗？两只鱼人比较好吧。6.6滴血跟两只鱼人选，他第二回合一定没有事做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我愿意花6滴血去养一只鱼人。
他顶多换掉一只而已啊，他二回一定没有事做啊。给你，给你，六滴血都给你。那我再来换。OK， 我的回合就回来了。那我还有这个、欸，我四回可以这个这个啊，还可以套个这个，没有套这个应该是没有意义，不如去套里面那一只。他二回超载一定不可能做事啊、嗯，所以不用害怕这件事情，他没有他一定不可能做事，就这样。一二三四，刚好，也可以这个啦，只吃个硬轰也是可以。应该是这样好的，两只四四应该好一点吧，全部加给他，应该没有比较好。好了，可以硬币石化武器啦，算你狠。好、哦，妖术，这样就妖术了，那就好，那就安全。那我还可以做这个、欸，那、哦、不是，我可以做这个、欸。哦，有没有 on the curve？ 多好，看起来是稳了，这一场看起来是活下来了。暂时活下来了。法师第一选愚人招潮者，冷光先知训练假人，愚人招潮者吧，一点叫一二愚人之类的，这样就够了吧？这样也不用打得太，这应该是活下来了吧？应该啦，不要吃一些什么 TC 三零、闪电风暴之类的，应该就还安全啊。看，真是不能按嘞、欸，下一手六回不知道做什么，六回要做什么？可以孵一只铁匠啊，孵一只铁匠蛮厉害的。他妖术掉一张的时候，应该不会，短时间应该没有跌。啊，左边字幕停住了，看一下。我想想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停住了，为什么？觉得可以留下铁匠，哦，太好了。不要让他闪电风暴，他可能可以沉默啦，沉默也可以，这样就一张换一张，一张换一个战后，有点亏了。最好这个用法最好的情况下是你直接让他死掉，就是你直接把他撞死，这样或许也是可以。不过他刚超载还不可能回，你如果不做这个，刚刚撞完有可能火元素解，火元素掉这样，所以我还是先丢。不过他因为刚刚吃，他刚好武器吃一超载，所以其实可以不用担心这个。或闪电剑解，我虽然我猜，吼吼，重生。哇，真好，呵呵，每一把都翻嘲讽就好啦。回来咯，这样应该就好了吧，也不用多下东西吧，他打到现在也没有下东西啊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下东西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干，不会吧，组合技 TC130。没事，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赢了？我本队，我本队，是啦。把武器打两点。哦，赢了。哎、欸，翻个图腾好了。法伤。好吧，我还是自制法伤。赢了！虽然很烂，还是赢了，因为对手很烂。字幕的那个，他们有换一个新的 server，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新的 server 是不是现在表现不是很好，所以大家稍待一下，直接先打零三，从现在开始打就好了。
一回叫一只鱼人，二回叫两只鱼人，三回叫两只狼，四回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很慢，觉得今天的网络表现也不是很好。哎、欸，这可以。索尔，对上雷克萨。狩猎开始了。为了末锤。这把牌里面烂牌又不多，看着这玩意儿再跟我说一次。好了，这应该不算烂牌啊，这应该算可以用的牌啊。好，这应该还算可以用的牌。不会，如果你问我你要狗头人地普斯还是血凡海寇，我还是要血凡海寇就对了。或者是你问我要这个还是哪一个，我觉得还是这里面四点没有标准体质的东西啊，没有血了，没有什么。哇！哦，看他怎么下，他怎么有一种下一手他要做武器的感觉啊！他脸上的血着，我下一手要拿旋刃火箭筒打爆你的狗头人，是不是？你脸上是不是这样写的？你是不是要拿出旋刃火箭筒了？请不要拿出旋刃火箭筒。哦，没事，太好了。雪下黑帽进化素材该去哪里找哦 ？Google 或者是把它丢上那个就好了。你把那个，你把需要进化的牌，你就拉到进化那一格，它就会出现右边需要什么素材了。堪用啦，堪用啦，只是强牌都没有啦，没有火元素，没有青蛙。哦 ，Gan， 血你就出征，喷你一辈子。这个超载二嘛，所以如果我这等一下做了，我等一下超载二五会变三，所以我宁可先做这一个。先翻图腾，然后下一手做三二嘛，也可以。不过这个还是对四点同时要下的东西会比较能打一点，能打一点。对，这至少比较能打嘛。哦，刚好可以做二三呢，这样子多少？超载三，超载三，六回超载三正三，还是没有事做。好处是多一只这个超载三正三可以下这个哎。每回合都浪费一点水晶，真是难过的。哦，上一回合没有浪费，这一回合浪费，这一回合可以这个。你要狗龙还是心灵震爆、哦？让我想一下。心灵震爆。好、哦，秘法设计，跟天补这一眼伤害蛮厉害。真的是每回合都浪费一点水晶，我已经吃了八发，没有啊，这个二这个一啊。如果我上这两个啦，如果上一个五回，我做这两个，那就超载三啊。来我身边。哎，猪猪，这个跟这个啊。爆炸陷阱，八千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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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千一二三四，两只对撞，留一只。一二三四五，对，应该是这样。我可以自己去吃四点吗？好像不行。干轰雷吗？弹轰雷，弹轰雷，哎，弹轰雷不错哎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弹轰雷真心不错，对，真心觉得不错。他既然这里下狮子，我们就用这个把狮子撞掉，然后这个一对一对撞，好穷的解法哦。好，可以省一个啦，可以拿连接一下啦。
先撞后撞没有差别啊。你讲一下先撞后撞的差别在哪里？一怎么撞脸？哦，赢了吗？二四六十还没有。元素啊，引导我。不会爆炸陷阱吧？打三，你再拿那只一去撞就好啦。你那只，你打三，你再拿一去撞就好啦，他就不会死了。这游戏好难玩啊！我想想，元素啊，这个一定要解啦，是应该是拿这个解啦。因为我在想，翻个治愈就好。真好，呵呵。这不是重生哈，这是先祖，他不会死那么快。有啊，左边聊天室现在他的聊天室截取有点问题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在意。真多解牌，全地球最多解牌的玩家啊，直接这个关了。哦，你跟我想的一样吗？应该是不一样。五六七，看三合冲就赢了。赢了？这不是重生呢，那是先祖之魂呢。怎么赢了？算你狠，早早就下这个。这应该摆这里，是没有两一张手牌，快速射击，抽快速射击，抽快速射击，这里放狗会死吗？应该也不会吧。我决定把这段剪起来，投稿到本期炉石战记的。死吧，死吧，去你的凡人机器人，死吧，死吧，死吧。是吧？我们就剪一个自己版，我们就剪一个自己版本的那个炉石广告好了啦。两张版的机器人呢、欸？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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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想说，如果我伤害够的话，我可以先组自己的，我先组自己的火箭手，拿闪电剑电他，然后这样会多两点伤害。索尔对上瓦利拉，你要小心点。因为我闪电剑打三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我拿闪电剑直接电那只，他会再生出一只五的新的啊，然后他会再多两点伤害，因为他会变五点伤害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五八八，这根本不敢下，对盗贼这个最不敢下。Hello Hello， 这个会不太敢，这个对盗贼不太好下，他可能做很多事情，然后最后闷棍这样，然后就死了，你的人生就到这里。二回三二回，然后四回跳这个，应该是最好的这样做。